这个三号三号停止，三号。好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快速讲一下啊。那你们下个礼拜就有工作做吧啊。好，那么今天有几个重要的符号，跟这个 structure 有关的重要符号，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啊。那当然，将来你们去用到软体 SYSML 的时候啊，它也会自动把你们挂了啊。但是总要晓得它有什么意义吧啊。那这里有几个东西啊，像这个我们的 Object Classes 啊，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 Object Instance， 还有 Part 3啊，这基于我们要介绍一下。那最重要有几个，还有一个叫做 context， 这个我们介绍几个重要概念，让你们晓得一下哈。好，那么structure 那个 快速讲一下啊。那么用例子 来解释会比较简单一点啊，不要讲些太多的理论了，理论讲多了。那这里有两个 blade， 两个 blade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两个刀片，两个刀，一个 can opener， 我想你们大概就晓得什么叫 can opener 了哈。还有 screwdriver。或者是 screwdriver， 它有 can opener， 或者是 screwdriver。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bottle opener， 那么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个是应该是 can opener， 上面这个应该是那个 bottle opener。那个 out 就是这个啊，还有这个 corkscrew， 就像这个啊。keychain， 所以有这么多的
啊，你怎么用一个 structure 来表示它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叫做 class， 啊 class name attribute function， 这个是一定要这样画的了啊。那么你们将来用到 SYSML， 它也会这样给你画给你啊。你要有名字啊，那有要它的特性是什么啊？它的 function 是干嘛的啊？这三个。那么这次就是符号了，这是我们这个符号，我这个笔记已经在那个。 啊，网上啊，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啊。那么什么叫 instance？ 它的特性是什么啊？它这里 instance 就是这样画啊，这里有一这样画的哈、啊。刚刚那个是长方形的哈、啊，是就是90度的，这个是不是90度的？这个是画做椭圆形这样子哈、啊。那么这个是刚刚跟那个不太一样的。 那个就这个是 instance diagram 的画法，啊，你们要注意一下哈、啊。那我们马上就来这个看例子啊。好，这个 pocket knife 的 class initial class definition， 我们叫它的列别是什么？什么列？pocket knife 就是它的列别哈、啊，那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英文的 pocket knife。 它有多少个 blades 啊？那么它有多少个 tools？ 那 tool type 是什么？它有多 sharpness， 就是多利哈、啊，等等，还有它的 color 等等。啊，它的 function 在这里有一个 function 啊，它这个是 attribute， 那个就是 name attribute 它的 function 就是你要 tool open 还有 tool close， 它主要是要你要能够 open 能够 close。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啊，这样一个图案就代表你这个 pocket knife， 你就可以把它描述你这个 pocket knife 大概是长得什么样子。好，那上面这里解释哈、啊，这里你们可以自己看的哈、啊。这个我想我就不用解释太多哈、啊，我用筷子来解释一下，好。 这里有一共有四种不同的 pocket knife， 这个 pocket knife 就是比如讲一个产品，你又做了四种不同，比如这样讲啊，那这四种不同的 pocket knife， 它你说 instance 啊，因为你可以讲说它是例子哈、啊，或者它是某种啊 pocket knife 的不同的结构啊。 那么这里就给你四种不同的啊 instances， 可是这四种里头啊，number plates 都一样，就是一共有两片刀子啊，你到底是左边一片、右边一片，那个都是将来你自己要设计的，你可以左边两片、右边一片啊，这个变成三片就不对了哈、啊，所以这 number plates 有两个，那 number tools 啊。 像这个 Dave's knife number one， 它有三个，这里有三个啊。那 tool types， 你这 tool type 有不同的 tool types， 这里有 can opener， 有 knife， 这里 bottle opener， 啊 ，tool types 有不同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那么到底下面是 90% 90%， 那个都是比较专业，你要去查一查，说啊，那是什么意思啊？sharpness。 什么叫做90%？什么叫60%？那个 pocket knife 他们都有特别的定义啊，这个是量化以后的，所以那这个 wheel 20%、40%， 这个也是做 pocket knife 他们自己有定义啊。那 color 到底是你要红的、蓝的，黄哪有红的蓝？这个红的蓝的，黄的蓝的，所以就是说你 pocket knife 里面我做的这四种不同的 pocket knife 啊，这个我们叫 instance。 所以在你们的专题里头哈、啊，你也许也可以想想说，好，那我这个专题里头有可能有多少，你要怎么样做不同的啊？比如讲，我都不同的 tool， 我不同的 tool， 好，那有多少个 tools？ 好，那这个就是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将来，你在做这个 optimization 的时候啊，在最佳化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啊。好，我们讲这个 pocket knife。好，那这里 pocket knife 啊，整个 pocket knife 是一个很简单的架构，它有两个 plastic side panels， 两个 plastic side panels。好，那这里面有两片刀啊，这个这一个，这里一片，这里一片，啊，有一个 can opener， 啊，有一个 can， 这个是 can opener， 那这个是 bottle opener， 啊，这个是开酒，开什么的，这个是开罐头的，啊，开酒的，啊，啊，那个就是哦，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应该是那叫什么 screw 吧，啊。那这是提前好，中通通只有这样子而已。那这样我怎么样用怎么样来画它呢？好，这里就是一个你们一定会用到的这个 pocket knife 啊，我也讲过，这个就是你要 assemble 的，你一定要组装的，要有这个 size， 就是你要组装的。这个 pocket knife 在刚刚那个图，你可以看出来，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就是 plastic side panels， 另外一块呢就是 metal knife assembly， 啊，你刚刚看的那一这里哈，啊，这里它把它分成两大块，好，那么你只要做这个东西啊，你假如是一个设计家。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外包，你的工厂可以不用做，不一定要做。你只要会把这些规格写好的话，那么这个另外这个一个工厂做，这个另外一个工厂做，那个另外一个工厂做都可以的。好，当然这个是你可以这样去设计，不过不能像今天那个黑心油这样子的啊，那黑心的石油那个就不好了。哦，你说什么都外包了，结果呢，要砍那个成本，啊，把人的健康变成一个，啊，变成一个实用，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讲哈，你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啊的做法，你可以分成这样子哈，分成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分法，这个不是唯一的分法，你可以。另外做另外分，那么你这个分法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做组装的时候，啊，那组装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组装好，然后再组装那两个，就是这样组装嘛，好，一个一个来组装，所以他是这样说，啊，将来我是这样做，那么我可以很快速的能够组装，而且它的品质一定可以组装好，好，那这里面有还有很多细节啊。还没想到，这里细节都还是可以要想讲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part three， 所以你的专题里头到底有多少零件，多少东西？你看，刚刚那个 pocket knife， 这个就是它的零件，那这里有包括好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这么九个零件，它这里一个。大体上分成两个，那这个都是这零件里头，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 metal knife case， metal knife case 是什么？ metal knife case 是这个就是 metal knife case， 这个 OK， 所以这里面呢、啊、metal knife case。Metal knife case， 它还有这个叫做 assembled rivet spring， 还有 channel plate， 还有 metal side plate。好，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啊，就是这刚刚那个啊，这个这一块，不包括这些啊，不包括这些哈、啊，这一块里面还包括那么几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tree， 那上面就是根嘛，那这边就是开始树干，那个树叶啊、哦、树，都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叫做 part tree。那
好，那下个礼拜你们就是把你们专题你们要做什么，那你们把你们的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画了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画这个绝对不是唯一的，画有好多种不同画法，所以你们要画你们的 part three， 听懂吗？规划嘛，好，很简单吧？这个好像是画图一样，高中生都会啊，只要你有创意就会了啊。所以说系统工程课，那么这大小皆宜了，很简单。但是要画法不容易啊，要画到说，因为你将来你会根据这个画的这个东西啊，将来你们要进一步去做那个做这个组装嘛。那有没有什么疑问啊？很简单的一个 pocket knife， 那我就用这个例子，那画这个 tree 啊。没有疑问啊？都没有问题啊？啊？有什么问题？太简单了啊、哦！超简单的，不要小看这个，人家赚钱就这样赚的啊！啊、哦，你讲一个产品，你会这样画好，你可以全部给人家包去做的 啊你就坐在家里收钱就好了。那 Apple 就是这样子啊。哦，他很会设计啊，设计完全部都你的手机里面全部都是，你把它打开以后，你看看都是零件啊，都是一个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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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拿来就组装，装一装就没事了，啊，哎，这个学问就在这里啊，啊，那将来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的那规格开得很好，啊，拿到工厂来，它就可以组装，所以我们。比如讲这个手机啊，这个 Apple 手机都是组装是谁组装的？都是红海组装的啦。那个是，所以组装到最后组装啊，可以说是最年轻赚的啦。啊，这些零件啊，才是真正有钱赚的。啊，你要做什么？这些比较 high quality 零件啊，这个是才是真正学问在那里。大学问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画好，画对了。哎，不要小看这个哈、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啊，这个 structure 这样的标准呢、啊，也是最近的才有这样的标准啊。那以前都画过的，每个公司画的不一样。好。这里就更详细一点了，更详细一点就是把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有没有？有框框两条线，中间两条线，这里框框中间多一条线啊。对，多一条线这个，只是来描述一下你这个可能的规格，将来可能要开的规格，比如讲说你要多力啊，啊你 can open 啊。这个你 talk， 你就是力道要多少啊？好、哦，等等，这些就是在这里渐渐越画嘛，它就越详细。啊，那这里有还有讲说，哎，你这个 side panel 啊，你的 color， 你的颜色是什么？还有你的 logo， 很重要了 ，logo 了。啊，你到底是什么公司嘛？那你 logo 要装进去的。你现在这个 logo 是未选的话就糟糕了，对吧？啊、哦、啊，现在那个未选就把创意拿掉了。好，顾老师讲这个未选是其实也是，也是这个受害者啊。我这样讲其实是有道理的，真正就是那个头头啦，为了赚钱，那都不惜牺牲大家的这个的生命嘛，啊。所以你们自己买东西啊，你们在这里看你们吃东西啊，要好好去看看啊，到底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的。真的，我不替你们担心呢，不是开玩笑的，替你们担心的。我也吃了好久了，啊、哦，除了有人说专门买国外的那个说外来品的，
对吧？我行政院长不是讲了，他都买哇买布拉给他，这个就是问题了哈。那我跟你们一样，我大家都一样啊，我也是在跟你们大碗面吃的，不过老是吃东西，我会稍微挑一下啦，看看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干净。当然外面看起来不一定啦，但是你至少心里是觉得比较好一点吧，啊，所以外面吃东西要小心啊。好，这里好像比如像 Stephens 你们听过吗？ Stephens 就是他的弹簧系数嘛，啊，多少？所以这里面啊，就是你假如说能够开出规格的话，啊，这里面就可以把你的一些简单的规格，它的 top 多少，现在只是我是跟各位写在这里哈，啊。那么这里只是画的时候越来会越详细。好，那么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符号啊，这些符号我稍微讲一下哈。那么这个符号啊，有黑点，有这个白点啊，有一加，也有一到二到四，这些呢，这些就告诉你到底那个有多少个。比如讲说你刚刚那个 pocket knife 那个 knife 有多少个，好，那我们这里讲一个例子好了，这里哈，这里告诉你什么，就是我的metal 的 knife case 啊，这里头我有两个 spring， 两个弹簧在里头啊，那这里有两个 the metal side plate 两个，好，那这里有三个叫做 hinge rivets， 啊，这些就是你里面有多少个零件，你所以你不用每个零件有三个的话，同样三个的话，在那边写三个，好，那 plastic side panel 两个，啊，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回去看的话，啊，那这里有两个，一个两个，这样可以算哈，啊，那。这里面啊，那你就没办法去算，因为这里面它没有把它分开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画了。没问题吧？啊，那回去都会做啊，会了啊，会了，回去就要看你们的这个创意了啊，这个很简单，所以你们专题到底你们到底有多少？这个次序的或多少的零件，你们现在就要开始思考，啊，要没做吧？啊，有没有疑问？没有。不管你做什么专题啊，你即使做软体也可以这样写啊。好，那么这个，好，那这里啊。另外有一个 sign 是这样的一个 sign， 这个就是一个符号啊，这个符号代表哈，啊，这个符号代表说不是你要组装，这个没有要叫你组装，这个只代表说你这个 pocket knife 的大 class 里头啊，你有好几种不同的 pocket knife， 这个是种类，你说好，所以你去分的时候，你说啊，我这个。我的专题的产品呢，有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系统啊，所以我们上面叫做 super class， 这边叫 sub class 啊，所以你只要去看的话啊，比如讲说你们坐船的船底下有好几个不同船嘛，对不对啊？那最近国营业一条船就存下去了嘛，啊，那到底为什么存下去？现在还在找嘛，啊，那条船是很可惜的，那条船其实是我当初在做国营业的时候招标出去的，所以我当时做院长的时候，那条船是这样招标出去，但是我们招标出去的时候设计是很好的，啊，所以
所以我看了很伤心啊。啊，虽然是我离职以后那个船才造好。啊，不至少那一家船对我来讲还是有点感情的，我也去做过。啊，我也去做过，所以那是很漂亮的一条船。很可惜，现在已经沉了。不过，好像这个，澎湖那个地带是好像不是很稳定，气流好像都不是很稳定。飞机也在那边摔，船也在那边沉，就是在那个附近。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好，住，住。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 class， 你看到没有那个三角形啊 ？tool， 我们叫 tool， 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 tool 啊。我再回去看啊，这个是这里有一个叫做 tool types， 这里一个叫 tool types， 看到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要你们去找呢？你看这个 tool， 单单这个 tool。有这么多种，这还只是部分啊！你看，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你 park and life 啊，不见得说这些你通通把它拿来当你的 park and life 要做的 tool， 你中间可以选一个，所以两个可以选三个，可以选四个，可以选五个，那个看你的市场需求了。所以你去外面买 Park and Life， 每个人买可能都不一样，种类不一样，有的好几种 tool， 有的好几种，有个十个 tool， 有个两个 tool， 有个三个 tool， 对吧？啊，你们这里有 Park and Life 的机场都没有啊？啊，那这个其实蛮好用的啊，你要有的话还可以切水果啊，啊，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啊，因为这个。这个是当然，你找到爬山一定要有的，啊，你将来假如真的要去爬山的话，你一定要有的。你这里谁爬过玉山没有？都没有啊？爬过玉山举手？没有啊？爬过雪山举手？没有啊？啊？雪山有没有？爬过一次。还有没有？玉山有没有？没有。啊，雪山是比较难爬的，玉山比较容易。所以爬过雪山的就可以去玉山了，雪山很漂亮的，那个黑森林啊，很漂亮，对吧？你在黑森林对吧？至少要三个钟头才走得出去啊，从庆林大出去要走三个钟头哈，很漂亮的。所以你们假如去爬山的话，你们就一定要准备像这样 parking line just in case， 就是假如你需要的时候。同学们啊，这个。爬山是很好的运动，啊，但是一定要小心，要有人带，因为你要对山要有尊敬之心，哦，山是千变万化。好，那么这个就是 tour， 有这么多的 tour 啊，所以你们在做专题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想啊，你说啊，那我这个专题我到底？有多少种的组合你可以去用？你的零件到底有什么样的零件？你可以先把它列出来。你看人家这个就先把它列出来，列好你再慢慢选。因为这是列好以后，将来你要再做 optimization 的时候要用到，会用到。这样懂吗？有没有问题？啊，你们会做了哈。再来，你们这个每个礼拜你都有工作做了啊，你们要慢慢把这些把它做齐啊。好，这里啊，你看啊，这里就是我们叫 multi tool bucket knife 的 family。那么这里。这里哈、哦、画一个图，这里画一个图什么图啊？啊，这里画一个图是说，哎，我把那个刚刚那个有的 park 那个 tool 通通把它列好，但是我这里有一个3N 啊，就是说我在这里可以选好几种不同的可能的 tool，
来做我的 pocket amp， 所以我有个三 N。同样的，我们有一个 N 减一，还有 O 啊，这些都是你有可能拿来组合的。所以这一个图呢，就是告诉你说你有那些可以拿来做不同组合用的。我在这里讲啊，要讲这个很快啊，很快速，因为这个符号就很简单嘛，对大家来讲都是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困难了。他说：“这厘清你到底有多少零件，这个你就要好好去想了。”啊，那在这里我们第一关，你就第一个，你就要先把第一关先讲好了。第一关，你看在这里有两个哦，你不见得只有两个，你有三个也可以四个。那每一个它还会往下涨，往下涨，应该这初一应该是往上涨的哈、哦，把它画边边上开好了。这个往下这样涨啊，所以这第二层它有三个、四个，好。那这一层在以下还有三个、四个，这样，啊、哦，所以你的翠啊，你画的可以画得很漂亮，哦，很茂盛，啊、哦，一张纸不够，你可以画把这个先说，哎，这个下一张再看，这样可以的，啊，你们现在是比较好了哈、哦，因为现在已经有软体可以帮你这个整个画啊，那其实 ML 就是可以帮你画这个。但是你要自己决定是怎么样子来，怎么样去画哈。好，来，现在介绍一个概念，就是 context 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对你的产品就很有作用啊。所以我们这里今天我很快速讲到 tree， 讲到 context。什么叫 context？ 好，啊，这里讲了一大堆哈。不用看了，听我讲就好了。你只要看它这里，你看一个，你这个 tool， 你的周遭环境是什么？你这个 tool 就是 context， 跟你 tool 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 context， 你 context。Tool， 放开那跟年龄没关系，肯定有关系，因为人带他的。没有年的话，你这个放开那也没有意义，没有用。所以有钱跟年有关。好，跟人的口袋也有关。OK， 所以叫 pocket knife， 因为你那就装在你的口袋里。另外跟 pocket knife 有关的是什么？我们叫 workpiece。workpiece 可以代表水果，可以代表你要做的工作，比如讲你要用 pocket knife 是干嘛？哦，只要不要把人当成 workpiece 就好了，懂吗？哦，哎，这个绝对不行的。只要你是一个东西，也不要。